先礼后兵，会先来进行一次的交换礼物。那么在这一次比赛开始之前哦，跳球的两名外籍生，这个身高在数字上是差了至少20公分以上。最猛，想说怎么这么高啊？一时间还以为是政大的。他这个对，他可能比现在 UBA 所有的外籍生都还要来得高。对，投进三分球的是三春莲，这球找到桑尼亚，反手摆进分数，做来当掩护，球再塞进去。果然萨尼亚就送出了火锅，又是外线的尝试，这次没有，萨尼亚是完全被卡住了。往禁区里面给到有制空权的萨尼亚打板得分。三春莲要想要挑战萨尼亚，这球又被扇出去了。对，这在篮下，所以从外围去冒险的切入这个。切入以后，萨尼亚再来一个火锅。一拍直接拿到球就进攻，他等到第二拍通常就是被包夹。哇，防守端直接来一个到队友的这种小球传递啊，或者是跑动当中的上篮，没问题的。来了，哦，好球，转身的对这种跟进动态，发进来以后马上找到萨尼亚打板得分。又是一次多线的快攻，德拉德觉得自己来，但是后面火锅来了。哦，这个球，哇哟，看起来已经要上篮得逞了。萨尼亚要球，一个碰撞，两个碰撞，再来找萨尼亚。哎呦，萨尼亚这个球给的聪明啊！再回到萨尼亚的手上，好球啊！哇，哪一招有用？点一下，但这球还是在高院的手上。找到，嗯。哦呦，这个桑尼亚给的漂亮，那这球还是拿回来，桑尼亚两步撞倒以后放没放进，再来。桑尼亚只要一启动奔跑，这球没有，但是后续的第二拍，他们球巩固住，先传出来，哇，再回，又双手暴扣。哇，桑在内线持球时间不要太长，哦，多做球的这个流动跟分享。桑尼亚要球，再分到弧顶的位置，弧顶外线的出手三分球进。远边外线的出手三分球进，两个人的包夹可能会马上上来，进去空了，轻轻松松摆进，塞进来，找到了桑尼亚，轻松摆进两分。桃园工商有机会在这一波进攻将比分追平，直接掉底线找桑尼亚，选择最简单的方法，连续。再分到弧顶的位置，切入以后两步，再给到桑尼亚打板 ，and one。在这几天看起来是几支 HBO 队伍里面算是比较多的，是。国中的教练凶，你可以看到日本的教练其实也很凶。哎呦，一样是做一个小炮筒，桑尼亚抓下进攻篮板，再来一个 and one， 无往不利呀。哦，哇。这分的得分送出了三次的火锅，10点的时间，场面还是有很多观众，希望高院能展现他的能力。这一球发进来，外籍生桑尼亚也表现得非常精彩。那么最后在这场政治深谷对上高院工商的比赛，就是由政治深谷以82-77击败了高院工商，也取得